经过一年五个回合的准决赛十强之战已经完成了，终极五强正式诞生。愈强愈强，进入最后五强，争夺今季传奇新星。你千祈不要松懈，因为有更大的难关等着你们。最后究竟哪个单位可以脱颖而出，成为我们今季的传奇新星？星梦传奇二，星期六晚上8:30与新时代电视一台播出。